很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投资朋友见面了。今天大盘又涨了，那还会不会涨？最近啊，我相信不管是在报章媒体还是新闻的节目里面，很多人一定会告诉你大盘在做什么形态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大盘在做头肩顶，对不对？头肩顶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告诉你要小心大盘会大跌，对不对？我这么讲好了，当大家都认为它会是一个头肩顶的时候，它就不是一个头肩顶。大家都认为大盘会大跌的时候，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它就是会往上走。不然来修书。当然了，今天啊，整个台湾股票市场，大家都在看哪一只股票？大立光。今天的报纸也都在讲股王，看到无？肃然起敬。股王大立光，一张300万，哦，有够贵呢。今天的收盘价3065，一张股票306万5000块钱。难怪啊，有的投资朋友说怎样，哎呀，这样升不起了啦，一张纸，哎，一张纸就要306万，玩不起了啦。又没有人叫你去玩大立光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啊，有一个人你也很熟悉，他说话了，说什么？我们拉近一点，资深股民阿土伯，他姓李，哦，姓李啦。资深股民阿土伯，他说，说什么？他说，与其买一张什么？一张大立光306万5000块钱，与其买一张，每晚睡不好觉，不如拿这些钱去买股价几十块的股票，比较实在。哎，阿托比啊，我真的要帮你按一个赞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与其买一张大立光300多万一张纸，每天晚上睡不好觉，不如拿这306万去买股价几十块的股票，卡实在啦。说的太好了，而事实上呢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阿土伯才告诉你。要买几十块的股票，事实上呢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廖师啊，你敢有？无咱来看嘛。金刚，拉近一点，10几块，结果涨到17块。正祥，是不是几十块的股票？没错嘛，对不对？结果。涨到51块，全普还记得吗？几十块的股票，对不对？结果涨到35块，环天科10块的股票，结果涨到21块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丹锦还记得吗？77块，是不是几十块的股票？没错嘛，结果涨到169块，同样的十几块的优客10块的股票，结果涨到26块钱。我是不是早就告诉你要买十几二十块的股票，要买几十块的股票，有没有？客家30几块，几十块的股票，结果涨到63块半。百辉几十块的股票，结果涨到43块钱，宇家
23块几十块的股票，结果涨到63块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看看我刚才讲的股票是不是都是十几块、20块、几十块的股票？就像今天阿土伯告诉你的，哎、欸，阿托比啊，今天应该跟你讲哦，阿托比今天应该跟你讲哦，哦，不如拿钱去买股价几十元的股票比较实在。阿托比，哎，阿托比啊，今天你跟讲哦，好、哦，资深股民阿土伯，你今天跟讲哦，但是。我早就跟你讲啊，我比阿托比亚较早跟你讲，有无？金刚几十块的股票，正祥几十块的股票，全普几十块的股票，环天科一样几十块的股票，丹锦几十块的股票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一两百块的股票没有嘛？对不对？几十块的股票，我讲的。我讲的，大家拢是安怎？拢是几十块的股票，拢是几十块的股票，都是几十块的股票。标准那标准那安怎？你都看到了。我告诉你的这几十块的股票，表现的怎么样？表现的怎么样？你都看到了，你拢看到啊。所以为什么我写我今天的侧标为什么会写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为什么我今天的侧标会写？我是安怎？我给你侧标来讲啊，我挑的股票胜过大力光，有无？今天啊，报纸上，好、哦，为什么我说我挑的股票胜过大力光？因为大力光什么时候有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大力光什么时阵我叫你接给，叫你接起涨停啊？为什么我说我挑的股票胜过大力光？你什么时候看过大力光我叫你接涨停啊？什么时阵你捌看过大力光捌有叫你接涨停啊？而且我说我挑的股票胜过大力光，还有一个原因。来，你看一下大力光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知道大力光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吗？来，拿起大力光，2002年，13年前，以205块上市到今天，安尼几年啊？13年嘛，对吼，对不？吼，13年来涨了13倍，好，13年来涨了13倍，我们不要说13倍了。要比13倍的话，我不是告诉过你新传媒吗？7块钱，结果涨到哪里？涨到150块，要比吗？那卖啊那比，13年涨了13倍，代表平均一年涨一倍，没办法，对吧？一只股票一年涨一倍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好像不错，对吧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上班为什么？我不是说大力光不好，但是一年涨一倍，一年才涨一倍，我讲安怎上班？为什么？来，你看我挑的股票，单锦从77块涨到169块，是不是涨一倍？没对嘛，我们拉近。那它涨一倍花了多久的时间？7月到9月，2个月就够了。你再看一下优客，当时我告诉你的时候是13块，对不对？结果优客涨到哪里？26块，又是一倍。那多久的时间？1月、3月，同样的，2个月都有够啊。大力光一年才起一倍，单锦2个月一倍，优客2个月一倍，还有更厉害的。来，你看，科嘉。我告诉你的时候是多少钱？32块，对不对？30块，对不对？结果科嘉是不是涨到60块？安尼是不是倍六？好，多久的时间？8月到9月，安尼偌久啊？科嘉从30块涨到60块，
花了多久的时间？需要一年无？唔免。需要半年无？唔免。需要三个月吗？也不必。那多久？八月、九月，一个月就够了。唔拉姜科家，来，你再看一下这一只股票，你看看我挑的股票厉害在什么地方？来，百辉21块，结果涨到43块，一倍，对不对？好，多久的时间？来，11月、12月，又是一个月。再看一下这一只股票，科家，宇家，东区洗洗洗的三块，对不？结果宇家涨到哪里？涨到63块，那23块涨到63块，唔拉一杯嘛，唔拉一杯嘛，对吧？好，最重要的，多久的时间？2月到3月，一个月时间超过一杯。所以你看看我挑的股票，单井。涨一倍，两个月都够啊！优客涨一倍，两个月都够啊！科家够卡厉害，涨一倍花了多久的时间？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。百辉涨一倍花了多久的时间？也是一个月的时间。而宇家涨一倍，同样的没有例外的。还是只要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说大力光，我不是说大力光不好，但是大力光怎么样？一年才涨一倍，我说这太慢了，我说咱没这个美国时间了，等一下两个月就够了一倍，优客两个月就够了一倍，科家一个月一倍，百花一个月一倍，宇家一个月一倍，所以我挑的股票是不是胜过大力光？我告诉你，我的会员不是买不起大力光，而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不买？因为呢，不好玩，心弯啦。我的会员个性都跟你一样，就急性哎，你知不？哦，你说一只股票，有的人或许认为一只股票一年涨一倍，没卖啦，对不？但是。我的会员说怎么太慢了，一年才涨一倍，单井两个月就够了，优客两个月就够了，科家更厉害，一个月就够了，百辉一个月就够了，而宇家同样的一个月就够了，所以白白就去一杯。我挑的股票做两个月时，做一个月时，大力光爱做亏单，所以我挑的股票有没有胜过大力光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是买不起大力光，但是为什么不买？人讲时过安怎，我大平嘛，白白是要起一杯。为什么我可以花两个月，我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办得到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花一年？一年的时间，我可以做多少事情？我可以做多少股票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我们意犹未尽，今天我们乘胜追击。眼睛睁大一点，我之前告诉你，单井两个月就一倍，优客两个月就一倍，科家一个月就一倍，百辉宇家一个月就一倍。为什么我们不买大力光？我不是说大力光不好，但是这个股票起伤慢，你知道我的意思不？我们是一支怎么样快速部队？那不是说怎样慢慢的熟慢慢的熟，平平要起一杯，一个月两个月就办的，就做会到的事情，
为什么要开？要花一年的时间，对吧？咱无迄个美国时间，咱个性较急，所以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在单井两个月一倍，优客两个月一倍，科嘉一个月一倍，百威一个月一倍，宇嘉一个月一倍以上之后，我今天再推出一档超级大标股。我说过，我们是一支快速的打击部队，不管是单井，不管是优客，不管是科嘉，不管是百威，不管是宇嘉，哪一支股票没有让你的财富倍数翻？而且需不需要很久的时间？不用，因为我们是一支快速的打击部队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单井你没对到，优客你没对到，科嘉你没对到，百辉你没对到，宇嘉你没对到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这一支股票，这一支股票我可以告诉你的不多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它是一支电子股，也是几十块的股票。我告诉你的几十块的股票，阿托北今天跟你讲，吼，讲爱买几十块的股票，我早就告诉你的。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我挑的这几十块的股票，后来表现的怎么样，你都看到了。两个月一倍，两个月一倍，一个月一倍，一个月一倍，一个月一倍。所以，如果单井、优客、科嘉、百辉、宇嘉，如果你无对到丁，给大家这一支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什么叫做快速不对？什么叫做倍数翻？你很清楚。今天这一支股票办好手续之后，记得先跟我的助理要到手。而今天我为了这一支股票，现在正在看电视的你，注意了，今天。我为了这一支股票，今天我只收你。我很久没有只收基本费了。今天为了这一支股票，为了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我只收你。其他分文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要来升级正式会员，这样可以吗？而且前十位投资朋友，我一高兴，前十位投资朋友，我还要加送给你一份你意想不到的神秘大礼。什么是神秘大礼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你办好手续之后，前十位投资朋友，我还要加送给你一份神秘大礼。今天我只收你，今天为了这一支股票，我只收你。如果你单井两个月一倍，优客两个月一倍，科嘉一个月一倍，百威一个月一倍，宇嘉一个月一倍，如果你无对到丁，你对无到丁，我讲无要紧，今仔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叫做快速部队？什么叫做倍数翻？是不是快速部队？哪一支没有倍数翻？而今天这一档股票，记得办好手续之后，先跟我的助理要到这一支股票，这是一支电子股，也是几十块的股票。我告诉你的几十块的股票表现的怎么样，你都看到了。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今天听清楚，只收你前十位，我还要加送给你一份你意想不到的非常神秘的大礼。什么叫做神秘的大礼？讲出来就不神秘了，没有关系。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，谢谢。嘉禾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获得头部，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。赚到钱，再升级正式会员，立刻打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
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获得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顾德投顾。顾德投顾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。立刻打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台北东区门户，南港四铁正核心，五分钟，百货、影城、捷运、高铁，万平校园正对面，双美馆2788-6888，新复发。老师说，地震时要蹲下，脚掩护，不要惊慌。妈妈说，疏散时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。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？防灾需要行动，教育需要榜样。防灾教育要身体力行哦。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力光13年涨13倍，平均涨一倍要花一年的时间。我说这太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告诉你的股票，比如说单井77块涨到169块，涨一倍两个月就够了。比如说优客13块涨到26块，涨一倍两个月就够了。再比如说科嘉30块涨到60块，一个月，更是一个月就够了。再比如说百辉这支股票，当初告诉你的时候百辉才多少钱？才21块，结果它涨到43块，涨一倍，多久的时间？各位投资朋友，需不需要一年？不用。需不需要半年？不用。三个月需要吗？不用。一个月的时间就够了。同样的，宇嘉23块告诉你，结果涨到63块，超过一倍。同样的，多久的时间？也是一个月就够了。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告诉你，我挑的股票绝对胜过大力光。我们不是买不起大力光，我也不是说大力光不好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买？因为一去上班不好玩。我跟你说，你了解吗？所以在我跟你说，我们是一支快速的打击部队，对吧？我们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慢慢的拖，去慢慢的谈。所以单井、优客、科嘉、百辉、宇嘉，哪一支股票没有涨超过一倍？而单井涨一倍只要两个月，优客只要两个月，科嘉只要一个月，百辉一个月，宇嘉一个月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是一支怎么样快速的打击部队？哪一支股票没有让你的财富倍数翻？打击嘛，倍数翻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单井、优客、科嘉、百辉、宇嘉，如果你对不到丁，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再推出一档超级大标股，同样是快速部队，会不会让你的财富倍数翻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这是一只电子股，也是几十块的股票。我告诉你的几十块的股票表现得怎么样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有没有胜过大力光？有比大力光更加好不？更加强不？各位投资朋友，现在正在看电视的你，听清楚，今天我为了这一支股票，我只收你。再来升级，记得哦。而且今天前十位
办好的投资朋友，我再加送给你一份神秘大礼，你绝对意想不到。先跟我的助理联络。今天到这个地方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富的头部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，立刻拿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喽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